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最近发现了一个不错的查找海外 YouTube、Instagram、Words、Twitter、Pinterest 及 Facebook 海外网红等不错的工具，就是 Clear.com。这个网站就是一个网红的各类各渠道的网红集合体，涵盖了以上提到的几种 YouTube、Instagram、Vlog 海外网红等，比之前介绍的一些工具只能看到 YouTube 或者 Instagram 网红全面的多。接下来看看主要有哪些功能。想找某个平台的网红，直接点击红色方框内的按钮就可以，分别是 Instagram、Twitter、Facebook、YouTube、Pinterest、Words 等，然后选择主题国家进行筛选。我们一般常找的主题类型一般是 Tech、Fashion and Beauty、Fitness 等居多。其实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细分的 Topic 主题，比如 Fashion 这个大的类目下面又分 Modeling、Shopping、Styling、Shoes、Jewelry 等，这一点比大部分的工具都要好些，也更方便找到对应的红人资源。比如我们以查找 Tech 类的 YouTube 红人为例，可以勾选下图中红色方框的 Vetted 按钮，这类的红人一般被这个平台审查过，在这个平台发起 campaign 的时候，红人的回复率会更高一些。筛选的结果就是下面这样，会把 UK 的 Tech 类 YouTube Pro 都给抓取出来，同时也能看到其他很多详细的数据，比如你选择的红人量及大小，也可以筛选。比如有时预算不算很宽裕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一些小的网红 KOL 试水 Celebrities 两兆加 Power Users 80K-2 Micro 20K-80 Nano 200-20K。 另外一边就是在 KOL 的类目下面会有其他品牌的合作 logo， 表明这个 KOL 已经跟其他的一些品牌合作过。点击下面的合作品牌 logo， 可以看到之前合作过的一些产品素材跟观看量、点赞量等数据，这对于做竞品的分析跟洞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把筛选的 KOL list 统一建个 campaign 如下图所示，在站内就可以发 message 邀约合作，选择下面的 connect 按钮。另外网红的头像下面是他的社交账号，可以点击去看的。 Clear 里面有已经设置的模板，把主要信息替换成我们的就可以，比如 campaign brief、 campaign deliverablesLoose and Dance, Company Overview 以及自己的 Contact Info 等，审核过后然后点击发送，这些 KOL 就会对应收到信息，如果感兴趣会回复你的。因为 Clear 也有对应的回复监测系统，可以在 Relationship 这一栏查看目前的 Stage 状态以及 Invite Status 状态，也可以在 Measure 那里查看目前的跟进状态。另外也可以把这些 KOL 的 List给导出来成 Excel 表格，导出来的数据就非常详细，有海外网红所有渠道的粉丝数量、国家、城市、 KOL 的 skills 以及粉丝的受众特征，比如年龄等，能把网红 list 导出来那就很方便筛选了。如果不想使用站内发 message， 可以根据这份 list 一个个去获取这些网红的联系方式，然后一个个的去建立合作关系，这样真的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做 KOL 网红的都知道，前期筛选寻找 KOL 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同理查找其他渠道的红人资源，比如 Blogs、 Instagram、 Twitter 以及 Pinterest 红人资源也是同样的方法，直接勾选对应的 channel 就可以。这个工具还是比较综合跟全面的，这个工具不止这么简单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对 KOL 的分析比较精准。比如拿一个经常合作的 Jordi Wild 为例，除了可以看到他个人社交账号粉丝的分析，还能看到他的粉丝的受众区域分布、 age、 location 以及兴趣爱好等等，这些都是合作之前参考的必要依据。还可以看到有哪些 KOL follow 了 Jordi Wild 的 IG 账号，我们也可以从中筛选这些，直接添加 I campaign 按钮就可以加入 campaign list 名单中去。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monitor 同类竞品做了哪些 campaign 动作，
找了哪些类别的 KOL， 做了什么传播，以及效果怎么样。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联系这些为竞品做传播的 KOL， 第一，节省寻找的时间，第二，就是 KOL 对这些产品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沟通。 Clear 查找 Blogs、 海外媒体等资源也可以是这个工具，选择 Blogs 这个类目，就可以把有关 Tech 类的媒体资源 List 都导出来，后续再慢慢去开发建立合作关系。 Clear 还有其他一些功能，最重要的就是 Search 筛选红人资源， Profile KOL 数据分析， Campaign 发起邀请以及进程监测， Monitor 竞品监测，对于做海外红人营销，势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